哦，有关注通迷路。然后呢，进来的朋友们呢，手机用户在这里有一个关注，然后电脑用户在这里右下角有一个勾勾，直播时通知我，记得帮侄子打一下勾勾，感谢你们。首先呢，我先跳第一支手指舞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是的，是来自台湾的主播橘子宝宝。进来的朋友们，大家记得帮我点点一下关注哦，谢谢。那星星也要记得帮我点一点哦。怎么点星星呢？也是要教一下大家，将屏幕往左边一滑，表示黑色一排，第二排的左边有一个红色点心，记得帮我点下去哦。但星星有790颗，有没有各位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再踊跃一点，把你手中的星星还有小花花点给我的，感谢。好，难道又是木头人？不跳木头人了，我们有很多只手指舞可以跳给你呢。你又没有关注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跳过什么其他的手指舞呢？对不对？先跳第一支9420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来吧。谁说我没有关注你？真的吗？对，哥哥你有关注我，太棒了，谢谢，感谢你的关注，非常关注我，这么厉害。手牵手一起走着幸福的大圈，微风缓缓地吹来，你我相依偎，爱的目光如此的热烈，这份爱就像是在燃烧的火堆，炽热的火焰如同盛开的玫瑰，不管白天黑夜继续的沉醉，趁着世界弥漫薄荷般的气味，耳边你的呢喃不停吹，所有孤单寂寞都被悄悄震碎，你的眼神就像流淌着的河水，流进我的身体，任心扉洗涤所有悲伤烦恼，手手动一动，把你手中的花花还有你的星星点给小菊，谢谢。这不是哑语，这叫手指舞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去百度一下。好，
再来呢，带来一支可爱的舞蹈送给大家。欢迎老司机，欢迎各位哥哥姐姐们，欢迎大家来到小鸡的直播间。等一下呢，也让大家选一下，感谢蔚蓝，谢谢。哦，懂了吗？应该很少人知道这个，所以呢，没关系，不懂的话，我们可以多互相了解一下。好，再带来一支舞蹈送给你们。然后下一个八点半的档次的时候还有小橘子，然后到时候呢再给大家选舞蹈好吗？谢谢。那我先跳一支舞蹈送给大家咯。
说需要喘一下。的画面全都是你哦，那下不能用，好哦。在心里我想说好的，谢谢。欢迎进来的朋友们，最后者舞蹈频道在993，欢迎各位哥哥姐姐们。然后谢谢刚刚帮橘子点点星星的各位哥哥姐姐们，哇，你们都起床了，好厉害哦。我最后再跳一支手指舞送给你们吧，好不好？然后下个麦序的时候再让大家选一下那个想要看的舞蹈，好吗？谢谢。那我再跳一支，下一个那个麦序的时候跳现在最新的旋棒叫给你们，好吗？手上还有星星的哥哥姐们，大家帮我点点吧。然后再跳一支手指舞送给大家。OK 哥。好 OK， 什么都答应你。好吧，好委屈哦。我爱的就是你，确定比你更坚定。好 OK， 抱抱你别生气，喜欢你漂亮眼睛。别怀疑，我要的就是你，确定。谢谢你们把六六扣起来，把 OK 歌送给大家。三个香味。OK， 什么都答应你。来喽，寻找你的小脾气。好 OK， 什么都答应你，寻找你的小脾气。别怀疑，我爱的就是你，确定比你更坚定。好 OK， 抱抱你别生气，喜欢你漂亮眼睛。别怀疑，我要的就是你，确定比你更坚定。长发飘散的香味，偷看的几眼，心跳多一点。我心里的小火焰不断在冒烟，快为我浇雪。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，一起面对所有问题。OK， 我会陪你到底。好 OK。